是点耶，我是小蜜，耶！哇，罗莫看到了小丑鱼。搓汤圆喽 ，OK 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搓汤圆。你来倒这个粉，先倒粉，倒进去，全部倒进去哦。敲一敲，敲一敲，敲一敲，你这也帮我敲一敲。好，你再来倒水，一点点哦。好，轻轻的。我们要开始搓汤圆了，可以吗？手手放进去开始搓，轻轻的哦，好玩吗？好玩。搓成像面团一样。好，是你。好 ，OK OK， 那这个给雨珍加进去，等一下加进去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可以用手把它拨进去，应该不会烫。嗯，好，好，放进去，中间好，把它夹在一起，开始，又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这样子，加油！雪人啊，我不要做雪人。嗯，我做的好蛋糕。
要去煮汤圆咯、嗯、OK， 好，走吧。开始。走。我们要先洗手。好，先洗手，煮汤圆。先洗手。好，我们要煮汤圆咯。那你们挑一下，你们想要哪一个汤圆？我想要这个，要这个。毛毛虫的吗？好，那你要这个饼干汤圆，对不对？我要这个彩虹的，跟我要这个熊熊跟毛毛虫。好，那我帮你们。妈妈好了吗？妈妈好了吗？妈妈好了吗？还没有那么快。自己做的汤圆哦，吃吃看，你们自己做的汤圆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雨珍好吃吗？甜甜的，对不对 ？Q Q 的，还有什么感觉？等一下，我吃完了还也要吃一碗。好，慢慢吃哦 ，Q Q 的。棒哦！那你喂一口给我好不好？好，你要什么一个小小的汤圆给我？好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嗯。是吗，雨珍？啾啾啾啾啾啾！妈妈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多玩具啊？是我的啦。猫猫，你把玩具弄得到处都是，很危险哎。对不起，小蜜，害你差点跌倒了。我以后不会再把玩具弄得到处都是，害人跌倒的。我现在马上就来收拾玩具。那我也来帮忙。不玩了，点点，我们去玩别的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亮亮，这些玩具应该要收拾一下吧。哦，对哦，不玩的玩具应该要收拾好。OK， 我们来收拾玩具吧。耶！我们把玩具收拾好了。大家也能做到玩具不玩了会收拾好吗？丑小鸭长大也会变天鹅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很棒哦！呱呱，丑小鸭会游泳，顶呱呱，歌声棒，声音大。遇坏人他不怕，小朋友看看他，勇敢小鸭呱呱呱。呱呱呱